你都没有那个咕卡的咕卡的舒压的 feel， 我都有。啊！真舒压！哇啦！我为了要给大家看我吃贴纸的那个瞬间，我已经剪到了，够可怕的。你们会比较好看哦。我好不会做这种东西哦。知道，真的好丑。欢迎收听我是妞，我们要咕卡起司家的，现在要打开来了。你不知道我买什么对不对？我不知道哎，所以他会送贴纸哦，这是他送的。哦，这个是礼物，这个是羽毛，然后还有两格贴纸，然后这两卷是我买的，这个很好用。你又买了这个小小本子，都没看你用过。很好用，是吗？今天就要用了。那我们今天要玩挑战单色吗？可以耶！你看我买了红色，这是绿色。其实这个是鱼的主题的。哎呦，可是里面不是红色，这很难单色，因为我们有一些颜色没有。啊，有啊，有红色。然后这个是我买的，这是金色的链子，红色圆形，粉色爱心，紫色圆形，紫色爱心，蓝色圆形，蓝色爱心，这个是彩色的。然后这里是没有颜色的，全透明的。然后这里是一二三四六个圆形，一个云朵的。它是彩色链子，这个也是有颜色的。然后这个是爱心亮粉的，然后云朵亮粉跟圆形亮粉的。然后这次还有这些，这个我之前有买一个这个云朵，然后我想说再买一个云朵，可以一点一个凸起来，可以翻页。它之前正方形的没货，然后这次有货，我买了两个，一个是紫色，一个是蓝色的。然后这个有那个 IG 风的耶，这个很可爱，来很舒压的收纳。哦，这个 IG 很舒压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个是我放私下的礼物。这个没货，这个塞不下的。等一下，这个哎，还有一个紫色的，好不舒压。哎，满嘞，这个。超不舒压。哎，这颜色没有按照顺序，好不舒压。我发现亮晶晶的都特别厚哎。嗯。再把它放回去 ，good。等一下，为什么爱心还有一片？我看你这样拉来拉去，就很不舒服。这样子啦，还有一个啦。你最少就放一起吧。哎，刚刚好。哦，对了，我要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自己做的立体的蒸汽朋克风，这是有加花朵。这是用什么粘？保丽龙胶。对对对。这是妞妞在确诊期间制作的。可能带着病毒。哎呦妈呀！那准备好了。其实你抽到蓝色应该是最好，因为我最多蓝色才。粉色，好来你，你想要什么颜色？紫色也可以。没了，哎，一样哎，要再抽一次。哦，那你再抽一次好了。紫色，我要买紫色材料一点。灰耶，灰耶，哇，就像这样子的，这个就是灰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要开始哦。那我们一人做两个，做一个太无聊。这个很漂亮，这个是紫色啊。那个是粉紫吧？哦，这个天空，这个算粉的，因为我想要一个天空的，然后加上羽毛的一个天使感。好，好，给你，给你。那我要先舒压的撕起来。哎，它有那个纹路哎。看我的。然后这个把它修掉。这样子，然后我要用这个，这样子叠在一起。大家如果没有这种链子，可以把不要的项链，这个我是拿不要的项链，或是珠链这种，可以直接这样子。看起来很粗哎，你的建议好烂。对，因为我不知道。如果没有这个东西，你可以用那个立可带。这个是我之前做的，把立可带拆开来，然后把它上色，然后用那个胶把它粘起来。所以这是零成本的废物利用。对，这个就是我的废物利用。
齿轮长得好丑，长很丑你还买？那好看都用完了，看我还要买这些东西。我应该可以，我觉得我要再去买一批的，我觉得你会把它用光光。你看我这羽毛这样子剪过之后就很美，我看到这个会想到我们火气，我烫到手。你都没有那个古卡的舒压的 feel， 我都有。啊！真舒压！哇啦！我为了要给大家看我撕贴纸的那个瞬间。好，还有的救。贴好。对。你知道贴了很多很累吗？只等它干。是吗？对啊，不然它会掉。它会拜拜。这样子美吗？你看。你美。我不适合那个齿轮。对。真的很不适合，你看。你好像也不太适合这种金属的东西。這個、对，金属的东西不适合。可是我也不适合星星耶。我明明就是要设计白天啊。可是你都没有材料适合我，我要去找别的材料。去。我先打屁。我最后会把它组合成一朵云，看挺可爱的。又大便了，怎么硬掉了？就是因为硬掉了。你是不是这个不是你想要的？看我想的不一样，但是我会尽量让它看我想的一样。你看，好丑，变过分耶！把它那个丑丑的中间的纹理给盖掉。哎呦，这越来越烂了。它会有剪刀的纹路，你那样做不出来。可以啊，我可以做啊，我已经完成了。最好是已经完这个吧。可是我不要你做的，我要我自己做的。我不要脸。不理你，做好了已经。啊，你已经做好了，我知道你多坏。好了，这样子啊，可以了。算了，我还是做晚上好了，因为我好想贴星星哦。我是可以养鸟啊，看。啊！哎呀，放在这边。已经做好。做的哦。啊！太过了，悲剧。把它救好。他太过分了，就不要了吧。我要。狗太怂了，太多花了。这朵云好奇怪哦，感觉它的色彩跟别人不一样。那就把它拔了吧。可是我就是想要云啊，好掉。我完成了，这是我们第一个颜色，粉色跟灰色。那还要再抽吗？第二个颜色嘛，来吧。其实你可以来个透明。可以啊，那灰也可以做成透明。蓝色。啊，你抽到你最想要的蓝色。紫色其实也可以。又是粉，所以我可以再抽一次的。我不要再让你做粉色，太崩溃了。我也这么觉得。红也很崩溃啊！哎，这同色系的，那你再抽一次好了。没关系啦，你再抽一次，我们没有红色材料，其实。因为是新年快乐。我有那个小春联的贴纸。撑可以吧？你看我今天都是红色，暖色系，撑这一本肯定用的。哎，你干嘛破坏我的作品？把我作品丢到旁边去？那我就要做一个酷一点的，我也想要吃的。那你要选一个形状先。圆了。我刚刚这一个没有撕膜，然后我撕好的在这儿，我再拿了一个没有撕的，所以我底下这里有一层膜，你擦了，丑了 ，Yeah， 都上。哎呦 ，COVID-19， 全部倒出来了呢。然后你又不会想用，哎，真的耶，不要了，收回去，来这里看，都蓝色的啊，这个是橘色吗？算吧。那就把它当作算是橘色系了哟，然后我把它给剪下来。想说后面还要再蹭个底色。然后我这个把它补过来。帮挡住画面。大头今天迟到。还是这一个。
应该把那只猫剪下来。你知道的，我想的一模一样啊。哇，好合哦，那只猫。要死了，这么大的干什么？怎样啊？那个是我要做手机壳的。那里有小的，我一个我接。那里那一个，那个那个小的小的，对对对对对。好不打、啊，你要把那猫给剪了，是不是？我已经剪掉了，够可怕的。剪了会比较好看哦。我好不会做这种东西、哦。懂，是吧？好丑。你好过分，看你就是随机的。我有牌啊！你的材料都好丑哦，害我做不出来。看有没有贴纸可以救我？没救了，你要救的话就是重做啊！我还没粘上去啊！好，那你赶快拿起来。对对对对，而且我这个好暗淡的橘色，好不橘色。那来个羽毛，啊，好丑！你说这个好像可以啊，因为这个后面也是花，所以就让它花下去吧。三八阿灰，真的是三八阿花，你看三朵花，那齿轮真的是太阿格里。是你用的阿格里，那个太阿格里。你选的，你要选这种，然后粘边边。不要用齿轮了。弹走，你要在干嘛？我要绑一个漂亮的、可爱的小蝴蝶。要绑在哪？绑猫身上哦。这种要想创意的，我觉得 I have no idea。我也好了。可爱。哎，这一朵是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掉了？那你过来，猫砂虾软，看来有点像虾软，有一个爆浆感。这好丑啊，怎么办？笑，我加点金色看。啊！不要不要，你也把我毁了。哦，疯死了！拜托你停一下你手边的动作。Oh, no.不要吹走！哎呦，这个做的好失败，我的天哪！我要把这个盖掉，好头痛啊！可以，我要这一颗。你为什么直接这样子？不要，要一个莫名其妙的立体的花。这是你自己折的。我放弃。为什么我抽到橘色这么难用的颜色？我抽到橘色也不会做成这。你不要喝那些奇怪的淀粉，关于软的在做寿司啊！你的链子我已经把小颜色都白色，像米饭一样。哎，拿开了，我在听清晰。不要再接了！一流，吹不掉，完蛋，粘住了。很可爱的，你看。哇！来给我帮你戳一个洞。你觉得我这样有完成感吗？完成度够吗？没有。没有，那我继续粘。很够，来这里选一个链子，快点。黄色的，亮一点，不然它这个整个太黑暗了。你刚刚一开始说我要黑暗一点啊，粘齿轮，结果嘞？结果一个很黑暗的背景跟可爱的前面是怎样？这是第二回合。那第一回合的一起拿出来。你今天走什么风格？啊，花朵风格，花刺风格。那个纸黏土很丑，那个猫嘞，猫看不到了。这个很漂亮哎，这个真的很好，而且是妞妞 COVID-19 的时候做的，上面有 COVID-19 哦，一个很美哦。好啦，这是我们今天做的立体咕卡。你喜欢谁的？在下面留言，要换个代表。那这就是今天的单色立体咕卡挑战，大家可以在家做做看。但是重点是，就是你们家里面材料够，不然的话很崩溃。这材料不够我用，干嘛要奶油胶耶？奶油胶材料不见了，不然我本来想粘奶油胶的云朵。你知道奶油胶里面有很可爱的云朵吗？啊，我看到它了，在哪里？我都做完了，还找到它。不会比较好，真的会比较好。那我们换换看，我要更换看哦。去啊！拜拜拜拜，别管他，他去找他的，拜拜。欸，你不是有个小鸟的那个剪刀在哪？我需要那只小鸟剪刀。啊，你看是有用，你还说什么废鸟？在哪里？被你骂飞了。废鸟在哪里？废鸟不见了。哎呦，你看你就没有飞鸽，奶奶也不见了。